一个崛起的世界强国，其坚实的基石不会只有领先的科技和强大的军事，只有当它建立起具备普世公信力的货币体系和金融系统时，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威信不移。试想当今的美国，若是单单抽去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这根顶梁柱，纵使 F22 和微软的地位仍然无人可以挑战，它在国际事务中的位置和话语权还能那样游刃有余、一言九鼎吗？还能一如既往地做全世界人遥望的灯塔吗？作为明日之星的中国，必将毫不迟疑地迈进建立起成熟可信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历程。货币无可置疑的是人类社会经济机体的血液，能够执掌和供应血缘者自然占据了先机和强势。什么样的血缘令众生趋之若鹜呢？它必须产生于健全而完备的机体，内在经济发展模式与金融体制。若是染上循环裂变债务而无可救药的艾滋病毒，还能强绑上大家输血，只能是共赴黄泉。同时，该血缘应该是 O 型，具备独树一帜的公信力和不可撼动的被接受的性质。那什么样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中国明日的健康的 O 型血缘呢？这套完备而坚实的体系应该是以多元化背景为支撑的，而当前仅靠强劲的出口大量换汇，紧盯美元超量购买美国国债的单一战术越来越显露出致命伤。出口拉动型经济本身的副作用太大，其本质是靠美国的债务增加来拉动本国的经济发展，而美国人民早已不堪债务的重负了，持续透支他们的债务负担能力将会造成中国出口经济结构更大的失衡，产能过剩将更为严重，将来的调整过程必然是更为痛苦，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最终的双输。一国多元化良性循环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具体解构是一个巨大而艰复的课题，我们在这本书中只是集中思索一种设想，在多元化背景中注入金银元素，盖因金银历经千年历史的淘沙，已具备天然的公信度和无可匹敌的受接纳性质，以金银背书的货币体制不可不为一条通向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捷径。让我们沿着这个设想一步一步地探索曲径深处。如果中国政府和人民每年以2000亿美元的规模吃进黄金的话，如果以650美元一盎司的价格计算，中国将可购买9500吨的黄金，相当于一年买光美国的所有黄金储备。战役的开始阶段，国际银行家势必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拼命地压制黄金的价格。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可能联合出面抛售黄金，金价可能暂时出现暴跌。如果中国方面看穿对手的底牌，压低金价将成为西方历史上对中国最慷慨的金融援助。要知道，全世界6000年全部开采的黄金总量只有14万吨，全部欧美中央银行的账面黄金储备量只有2.1万吨。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中央银行疯狂地出租黄金的行为，其全部的家底可能远低于2万吨。以现在的金价计算的话，这不过是4000亿美元的小盘子。中国贸易盈余量是如此的巨大，消化40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不过是2-3年的事，欧美中央银行的子弹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全部打光。如果中国以这样的胃口连续5年的吃进黄金的话，国际金价的飞涨将会刺穿国际银行家所设置的美元长期利息上限的铠甲，人们将会有幸目睹世界上貌似最强大的美元货币体系是如何的土崩瓦解的。问题不是中国能不能用黄金的价格打垮美元体系，而是要不要的问题。
黄金价格问题对美元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中国不要说真的吃进2000亿美元的黄金，只是要放出话来，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就会立刻高度的紧张。困扰中国数十年的台湾问题将转化为美国是要台湾还是要美元的问题。中国自然不能真的和美国在金融上同归于尽，只要美国开出的条件合理，必要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帮美元一把。在中国逐步增加官方和民间的黄金拥有量的同时，中国可以开始货币改革，逐步将黄金与白银引入到货币体系，中国的货币体制逐步地实现金银本位下的中国元的转化，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一大重要贡献。中国元的实施可以分阶段地进行，首先可以做的是发行财政部金边债券和银边债券，以实物黄金和白银结算债券本金和利息，比如5年期的金边债券利息可以定在 1%-2%。 由于黄金实物本身作为本息最终结算的手段，人们将会踊跃地购买这一真正拥有财富保值作用的金融产品。金边债券和银边债券在债券交易市场上的殖利率与同期同额普通国债的殖利率之差，将会真实地反映市场对黄金、白银货币的接受程度。这一重要的参数将作为下一阶段试点的参照系。第二阶段的工作是可以进行银行系统储备金结构的重新调整。无论是外资还是国有银行，其储备金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黄金和白银，同时减少债务票据在储备金中的比例。储备金中的金银比例越高者，将获得较高的贷款放大系数。同样，债务票据比例越大，贷款能力将会被调降。中央银行应该停止对黄金和白银之外的一切票据进行的贴现。这一措施将强化黄金与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的地位，增加银行对黄金和白银资产的需求程度。没有金银做储备，将严重地制约其发放信贷的能力。同时，银行系统将逐步地把债务票据从货币流通中驱赶出去，银行也将有兴趣向人民开办实物黄金白银的储备托管和买卖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实物黄金白银的流通市场。全国所有高利润行业，如房地产、银行、烟草、电信、石油等，在其营业税中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黄金和白银，这将进一步刺激黄金和白银的市场需求量。第三阶段，以财政部的黄金和白银作为全额抵押，发行中国金元和中国银元纸币。一元中国金元为中国货币基准度量衡，根据中国的黄金白银储备情况，每一元中国金元含纯金若干克。中国金元主要用于大宗的贸易结算、银行之间的转账和大额的现金支付。一定程度上的中国金元可到财政部兑换实物黄金。中国银元可作为辅币，每一元中含纯银若干克，主要用于小额的支付。一定额以上的中国银元也可到财政部兑换等值的白银。中国金元与中国银元之间的比价由中央银行公布并定时的调整。一般认为的劣币必然在流通中驱除良币的原理，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政府介入，以强制力规定劣币与良币的等值。在自然的市场中，情况呢正好相反，良币必然驱除劣币，因为市场中没有人愿意接受劣币。当中国通行金银中国元时，市场上仍然流通着含有债务成分的普通人民币，政府需要规定所有税收必须以金银中国元缴纳，市场可自由选择金银中国元定价或者普通人民币定价。金融市场将根据供需关系决定金银中国元与普通人民币的比价。同时，人们将会发现由商业银行发放的含有债务成分的普通人民币的信贷购买力，
与金银中国元相比将会逐渐的贬值，金融市场两种货币的比价将清晰的显露这一信息。最终控制金银中国元发行的必须是财政部，而不是商业银行系统。原因很简单，财富的创造始于人民，也忠于人民，任何私人不得垄断或染指货币的发行。尽管中国出口的旺盛势头将随着中国元的日益坚挺而逐步的下滑，但实际上这是 GDP 减肥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当黄金白银背书的中国元发行量越来越大时，中国元势必成为全世界金融行业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元可自由兑换成黄金或白银，它将是世界上最为坚挺和强势的货币，它将理所当然地成为后美元时代世界各国首选的储备货币。财富从来就是自动流向能保护并能使之升值的地方，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和稳定的货币必将使中国成为世界财富汇聚的中心。